惠宁时间左手东京，右手巴黎，石桥美术馆馆藏展。这是在巴黎菊苑美术馆举行的一个临时展览，时间是从2017年4月5日到8月21日。我们都知道，法国与日本向来在文化上相互吸引，这种文化呢，渗透在19世纪时，从各个方面都表现到了极致，尤其在艺术方面。那这一次展览的话呢，也通过石桥家族的收藏，展现了这两个国家在艺术上的文化渊源，不仅可以让大家了解日本收藏家眼中对于西方艺术的独特解读，并且也能让大家感受到日本与欧洲文化相互交融的魅力。惠宁时间，法国巴黎。